主料，黄豆芽300克，彩椒丝50克，辅料，香油、盐、李锦记酱油、凉拌醋、蒜泥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黄豆芽洗净，烧开一锅水，放入豆芽去煮，捞出放冷水下面冲洗，沥干水分放盘子里面，加彩椒丝、蒜泥、香油、盐、醋、酱油拌匀，浇在上面。烹饪技巧：豆芽不要煮久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